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哈，他说 A A B B C C 这六个字母排列，共有几种排法？像这题有些一样，有些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在数学上把它称为不尽相异。怎么算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六个排列原本是几阶？六阶，对吧？再除以相同阶，两个 A 一样除以二阶，两个 B 一样再除以二阶，两个 C 一样再除以几阶？二阶，这样就好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